我是你们请人的哦。刘刘，啊，您贵姓？我姓游。罗。游。游。游泳的游。要来点什么歌？有什么故事我呢？哦，我想要来点一首《决心》。决心哦，为什么要点决心？因为我伫社卡万英宫服务20多年啊，做。二十多年哦、喔，啊，拢做什么工作？公务员。公务员哦、喔，啊，这是负责做什么？啊，什么多一部分啊呢？杂车啊。杂车啊，各行拢做啦。啊，是。有工作拢捡起来做了对。是。哇，安尼哦，相信呢，这个妈祖娘娘呢，一定会足照顾你的啦。啊，是。啊，希望大家呢，啊，对万事万行，拢爱有呢，从一而终的决心，莫半途而废。啊，是。下定决心来，多几位的歌。徐副改善，我大家决心。谢谢。离开故乡几落冬，我知未来不是梦。不管我狼狈，予人看笑过，不管你伤损偌多，认真打拼的决心，成功的证明。莫问偌多人讲闲话，不惊坎坷路歹过。我就有勇气，我做艰苦是暂时，委屈吞落去，当作无代志，不惊一切拢失去。就算失败嘛袂当失意搁失志，爱相信家己，用心面对，总有出头的日子。我对天讲。一句话永远袂后悔，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，一定会坚持到底。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，若是雨地人风地吹，我心人你看上世。那么咱在都方才嘛，看到咱严青茂严董事长来到现场哈，徐副凯袂使走对不？对不？啊，我来讲，安尼你顺口问，你先给你阿姐先登台吧。兵器赶高铁，好不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给森美鼓励鼓励。谢谢，谢谢森美。